第二天，我们今天戴了个假发，我感觉我都不像我了，有点东方不败的 feel。你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形容词，不是东方不败吗？全部都是假发来的，我的发线不是这样的，厉害不？厉害。妆发完成了就变这样，我现在有个刘海。本来我们这个是一个歌姬的造型，结果你看，有没有一点像？一点气势都没有啊！红孩儿抢救哪吒，我们现在呢就来弄另外一个刘海，不要哪吒之后变这样了，感觉有一点像包租婆。再来改一改，好像可以哟、哦。可以吗？非常美。非常美吗？最后画龙点睛的部分要来了，来吧来吧，完成啦，终于。不尝试谁无常心，不依我的决心，倒数最后。完美呈现，完美呈现，好，谢谢大家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我们来到了昨天拍的那个城墙，但是呢，昨天我是花木兰，今天我就是西方战士。那今天我这个西方造型呢？剧本里面写我是征德，但是跟游戏里面那个征德的样子比起来，我感觉我不太像征德。昨天花木兰是真的像，我觉得。然后现在是中秋节，大家看看这个月亮多圆，中秋节的凌晨非常的圆呢、啊。南门，我们等一下从这里进去。哇，战败的场景啊！一会儿你先在这里战败，然后你就怒了。怒了，你就从那个楼梯叭叭叭叭叭叭跑上去，以一敌百，咣咣咣咣，轰冲冲冲的，冲呀！反正这主题是冲呀！转身，转身 ，OK， 好，我的士兵睡着了，听到他的吗？可爱的士兵，你打他们的盾，他们会弹开的。我往这边来，这样过去。对，开他的盾。对，这个东西好重啊，是吧？太重了吧，比昨天那个枪还重。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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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啊 ！OK， 看好。我就说我们会拍到早上，又天亮了，五点半现在。我们在准备这个西方战场，由于我们同事太无聊，所以准备弄一个恶作剧搞一搞我们发型师。重点是他睡着了，我打算叫他啊，吓他呀、啊，打电话叫醒他。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就说子琪烧着了吧，头发出事。这么大烟，有说服力，可以。烧着了头发，烧一头啊！他来了，你要听一句说哪儿烧一头？枪王的路不归，风魔之间主谋谁？Ha ha ha!
我的士兵肯定是作战太累了，他又睡着了。哎呀，好可怜呢、啊！导演刚刚说，我们杀青啦，9点了，现在。为什么我们杀青杀的这么安静？因为我真的没声音了。辛苦啦！